用周书老师所有名称给讲解，用手机说，我要问问我，但是为什么？一二唱，我要问问我。在是为什么？为你，为是何？啊，即卖讲要计算，讲要来讲啦，就是讲要来讲即个吼，讲咱一般的人啦，一般的人讲啊，当吼，当即卖吼，那伊啦，在生啦，灰灰乱乱做啦吼，啊，死了啊，死了，因为子孙啊啦吼，讲家己吼，家己做即、這个。西宫啦吼，也是讲吼做念经啦吼吼，也是讲吼家己吼家念经家超度啦，也是讲吼烧真济金纸，讲要去往生吼，为了讲念经要往生西方吼，啊烧较济金纸通要去用，敢真正有法效果呢？实在讲起来吼，实在无效果。对这个问题吼，我咧讲吼，我拢照阮老师讲。我咧讲拢有根有据，唔是讲哦，伊讲我的心里讲，即在即个修真路哦，有一句话即安尼讲：金莲为亡者念经，欲超度亡灵往生，实为可巧。经本先成之语，教人修行，五人不遵守经义，依法修行。离足超亡灵之用，灵吼有效吼也。当明察之，但灵解说经义，心悟大亡者忏悔，行功积德，将功赎罪，即能得超度亡者，脱离三途之苦。咱这修真路啊，这用个讲，我都捌讲过，这就是啥？咱老师去上天，听咱李顺良祖师讲道理，啊，转来呢，啊，有当啊袂记咧，啊，去找书店，即用个讲一半是咱祖师讲的道理，啊，一半咱老师讲的道理。所以即个修真路吼，若讲去大经的即个书店无得买啦，吼，即修真路，吼，即句你才会知影。伊讲当今的人啦。吼，当今的人吼，拢老又靠是因亲情，还是讲因爸母来死吼，啊，就叫人来念经啦，就想讲要甲超度，超度这个吼，因世代人啊，是因亲情往生西方啦，吼，我就想安尼讲，啊，我叫人念经要甲超度往生西方，那安尼实在真好笑啦，因为这个经啊，本来就是圣人啊，佛祖所讲的这个。的话哦，伊是啦，伊这个经是要教咱人讲，咱要安怎修行。啊，咱人呢，无要遵守这个经的这个道理，用这个经啊，照这个经吼，照这个依法，就是照这个经法来修行。啊，即卖咧说颠倒在做啥？做讲要来超度这个吼死人的这个作用啦。这有效吗？哦，你甲想，这有效吗？你应该吼，你爱详细去查查，确实吼，你若有法度吼，伊即摆讲你爱查查，要哪查查？确实你若有法度吼，解了解哦，讲这个经的道理，啊，心就来悟来了悟，啊，代替这个吼，这个死人哦来忏悔，要哪代替死人忏悔呢？就是爱行功积德啊，啊，行功积德就是啥？啊，做善事啊，做善事回向哦，这个吼，吼回向发是要咱世大人，也是讲咱的亲吼亲，因的亲因子孙啊，爱回向哦。反正就是讲爱回向这行功就对了，回向这善事吼，世人啊就对啦，吼都对啦，吼。将功赎罪，安怎将功赎罪？万一你若讲咱的世大人，也是讲这因这亲戚，万一若讲吼做唔好落地狱。会去地家家救起来啊！吼，家你啊做较侪，会家赎这个罪吼。啊，那安尼呢，才有法度讲来超度这个死人，来脱离三途之苦。安怎呢？因为你有做善事而已啊，你有回向善事而已。啊，脱离三途的苦就是啦，无落地家，吼，该脱离嘛离开啊，
地那带地甲都甲敲起来，啊那去讲去即个五鬼嘛袂去做五鬼，啊个做正邪啊嘛袂去做正邪啊，哦，但是你若做较侪，啊就去做人哦，哦这就是修行人讲的哦，所以咱即摆爱知影呢，知影讲哦，即个因为可比讲你若做善事做较无多的是啊，万一你的时段啊地甲吼，带地甲袂行。伊地甲都袂行啊！啊，你若带五鬼刀吼，唔免受五鬼的痛苦；你若带精蛇啊，唔免受这个精蛇的拖磨。假使你若做较侪呢，啊，就出去做人，哦，出去做人，哦。我才想起讲，你一个人哦，讲哪讲念经吼，实在要超度是无可能。啊，无免啦，爱回向善事。阮吼，我即个人实在。阮有一个孙兄，即个陈清文孙兄，啊，因老母啊过身了，啊，伊知影咱老师的道理了吼，啊，因为啦，伊住即个较野外啦，较无咧插杂，你若讲上经是会用的，但是就唔通讲要当作讲咱念叫人来上经，就是要超度去释放，你唔好得，你唔好甲当作安尼，念经是讲按家内吼，较袂安虚弥吼，啊，人较满片。咱的亲戚啊，厝边人，较袂讲啊，啊，呾因是大人死，你也无叫人念经，哦，会用加讲话吼，啊，所以咱念经这是无伤害道义，是会用的，但是无法度讲啊，讲哦，做超大事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我咧讲，即、這个单亲户呐，伊带野外，啊，所以伊就无叫人念经，伊家己有当就带因的爸母的面前哦，因老母的面前念哦，啊，念经的时候在七七四十九天。那讲那上介好是七七四十九天来啦，啊七七四十九天哦，伊住啊呐，住迄七七四十九天哦，迄个道德会哦，咧吼咧送米互食哦，迄七七四十九天的即个米啊，所有的哦，迄依然啦，所有劳动迄方面哦，在七七四十九天来吼，拢迄陈清文师兄拢会支出，到尾因老母啊哦。因老母啊，伊本身，因老母啊本身无做歹啦，吼、哦，无做歹，结果真正甲超去西方。所以即阵啊，这就是爱讲爱做善事啦，吼、哦，爱行功啦，行功积德，吼、哦，即马这意思就是都安尼。这吼、哦、毋是干那讲，阮老师讲哦，这吼、哦、在地藏菩萨吼内底伊嘛一句话，咱过来看地藏菩萨讲：念经六零超生。明明阎王降和尚，金子玉莲赎罪，实实菩萨还贪污。这吼，这菩萨地藏经，这会使讲这句话，就讲我真刺激啊了。伊讲你今仔叫人来念经，哪有法度超度去往生西方？那安尼呢？啊，阎王都降和尚啊呢？念的皇帝吼，你可比讲你的士大人去地狱啊，啊，你就叫人要来个念经啊，去叫迄是叫迄款的，迄和尚来个念经啊，啊，念到皇帝伊就要去回，就要去往生西方，啊，你都真正这个念到皇帝惊和尚啊，念的皇吼，煞比和尚较输啊，哦，是个，哦，这吼这样了，这是地藏菩萨经讲的了，伊讲。金纸哪有法度赎罪啦？哦，为人讲死哦，哦，迄金纸着烧足罪了，什么烧苦银哦，烧足罪，讲要甲伊赎罪啊，要互伊后界去吼，要互去享受哦。伊讲哪有法度赎罪啦？去享受啊，实在就是菩萨还贪污。啊，你做菩萨人哦，你敢讲哦，我金纸烧一半啊，恁是人了无罪，啊，你毋是菩萨还贪污啊？即吼，即直接会使讲地藏菩萨甲恁讲甲足刺激的吼。所以你今仔日你真正你若讲要超度，你的士大人去往生西方啊，啊，就照咱即个咱修行拢讲安怎，爱迄落啦，都爱行功积德，爱回向善事吼，你的士大人。啊，阮老师咧讲吼，讲最好啦。最好就是七七四十九天来哦，好比讲你士大人若无好啊无歹，啊有一个中阴，啊中阴的所在哦，拄啊只伊的会时间啊49天，啊你若伊即摆在等，伊在等到底是要去，你若无做善事哦，伊哦49天到了后，伊就爱出世艰苦人，啊伊在迄搭等的，因为伊在世无好啊无歹。啊，无做歹代志，啊嘛无做好个啦，啊所以就七七四十九天，啊待遐等，啊你若七七四十九天来，你若做
善事哦，阿伊就去出世哦，好野人。啊，你若无做善事哦，阿伊就去出世，这个艰苦人。啊，那大恶人哦，都无这个七七四十九天。大恶人哦，伊死了后马上落地狱，灵魂就马上落地狱。吼，啊，甲甲魂再来了，讲嘛拜。啊，若去做人呢，吼，做人嘛同款。伊无即个无即个调音，那做好嘢人嘛无，是无好啊无歹，吼，咱爱知影，吼，这就一知。那无咱即摆就知影讲，咱爱知影到底金纸念经有效。有人讲咧，这金纸是古早人设的，那无吼，无设这个金纸要创啥物？吼，有人都讲，啊，金纸是啥物人设的？吼，你爱了解。金纸是汉朝啊，有一个叫做蔡伦伊设的哦。伊是在即个汉武帝元兴元年，一至岁公元一百零五年来做即个纸。啊，咱即个古纸吼无纸啦，吼，咱古纸是无纸哦。咱即个吼写这字哦，写即个竹竿，安怎写即个竹竿呢？即个竹啊吼，甲伊破开，啊破开的时吼，啊甲破开啊做唔着做两边哦，啊破开。啊，甲刻字，啊字刻刻咧，刻好了后哦，啊才落去烘，烘烘哦，啊即摆伊迄字啊刻哦，烘啊就啊黏条咧，所以咱讲切啦，咱即讲切啦，吼，咱讲就讲读切啦，吼，即摆咱你也知，咱较早吼，咱即摆定讲即个切，吼，我你啊你去读切啦，即就切啦，吼，即就是切，吼，再个即吼较早讲切，吼，咱读切一切，后来文化的发达，啊即个字呢？啊，就无写，都往这哦麻烦的，就往什么呢？往白布，啊，往白布吼，甲这个竹竿都无同呢。啊，因的竹竿吼，你啊看，你啊看古早吼，你若在这个汉朝以前哦，那咧伊个竹吼，拢竹竿拢安卷一杆一杆。你若讲较早讲那迄汉朝以前哦。往个白布，迄爱两包啦，迄爱两包，所以你爱知影咧吼，所以道理吼加减听袂歹哦吼。啊，伊即卖咧，伊即卖想讲啊，即个往这吼往竹竿麻烦，就往白布。啊，白布啦，卷的，搞只卷吼，你爱知影搞只卷啦吼。你后来搞一卷两卷，哦，即个只卷吼，你即卖就爱再讲只卷吼，即啊到即个蔡伦来做纸。迄当时啊，蔡伦做的纸拢是粗纸，吼、哦，无即个讲，哦，无像讲即卖遮尼好的白纸啦，哦，这即，哦，无讲即卖卫生纸，啥物纸拢遮白，哦，咱咧写迄字迄簿啊，无啦，无，吼、哦，拢无，拢是干呐，即个粗纸也无，啊，写这纸，啊，做纸吼，因为即纸做起来吼，无平啦，大细张，啊，总是爱裁剪呐，哦，爱剪。啊，这个纸裁剪了后，有纸头、纸尾呢。啊，纸头、纸尾哦，一大堆，安尼哦，啊，当要创啥？哦，才来想讲要做这个纸钱啦。啊，做纸钱呢，较大张的做金纸，啊，若较细张的做银纸。但是哦，这哦，无人甲你买啊。哦，做这纸，这做也无人买。但是这个蔡伦哦，头脑足好哩，伊就甲因某讲。讲我来解释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因某离处这班做班，哦，啊，就解释啊，啊，甲因某，啊，因某过了，啊，即摆就啊，死了，死的时候，棺材，伊就倒在棺材底，啊，棺材挂吼，无砍啦，迄挂吼按拍十二啦，安怎拍十二啦？我爱写一下你看，你才会知。可比讲，这棺材，啊，伊即摆这加棺材挂，啊，甲砍啊。啊！伊人死在内底嘛，啊无砍嘛，毋则会喘气啊，吼安尼，哦，啊都无砍嘛了吼，都无砍啦，对。啊无砍，伊即摆假死咧，啊即摆因某就住喺棺材头，就哭啊了，就哭哦，啊就煮迄个纸头纸尾，就住喺烧啦，住喺一直烧哦，烧一直烧哦，烧，啊人一挂人就甲问啦，讲啊当你烧这是要创啥呢？伊讲。无啦，啊，都烧一寡吼，烧一寡钱啦，吼，阮翁啦，吼，啊吼，都来讲，伊讲啊，这免来去做钱，啊，阮翁吼要死都有交代啦，交代讲吼，啊，这吼，这讲叫我着该烧一寡钱予伊啊，我着该烧啦，啊，你连续烧偌久呢？烧三暝三日，啊，烧三暝三日咯，啊，都火红转来了，
花洋灯啊，迄当时挖起来时哦，响动全村、全镇甲外镇的人拢来咧，拢来问。哎呦，啊，你都死奈个奈个安怎？啊，这蔡伦哦，头脑足好嘞。因为假死咧，唔只有法度转啊吼，伊假死都唔只有法度转啊。人家问，讲啊你吼，人讲啊你哪有法度活来？伊讲哦，阴间哦，甲这个哦，阳间哦，同款同一理。咱阳间哦爱用钱，阴间嘛爱用钱啊吼。啊，因为阮某哦甲我烧这些纸钱呀，给我。啊！我摕这钱哦，去阴间哦买收遐鬼牙车，吼、哦！啊，好，这鬼牙车哦，啊，鬼牙车才帮我转来，哦，才我搬转，说你就有效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当安尼咯，即摆讲了后呢，啊，大家就讲呢，哦，安尼就有效呢，啊，无就来甲伊买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安怎买呢？哦，啊，当都，大家都去甲买啊咧，讲因即摆因爸母咯，还是讲因什么人来死，安怎去买？要互因爸母活起来嘛，啊，都去买，啊买，啊买买咧，当买咧，吼吼，唔知诶人都相信啊，吼啊买，啊买来去吼，安怎？真正死诶袂活啦，真，迄是假死，毋知会活咧，啊当要来活咧，啊管伊啊，啊有诶人就讲，啊当烧烧啊都拢袂活咧，啊想啊好啊当有诶人就较调低啦，想讲啊当都买来，啊烧就烧，都管伊，反正了钱就消灾。但是唔是哦，一半个啊吼，就抗议啊啦，就咱像即马个示威抗议啊咧，吼乌白来，啊，但阮烧遐多吼，啊，阮都也袂活呢，哈，啊，蔡伦头脑足巧，你唔捌啦，咱人死吼有诶罪较轻，啊，有诶罪较重诶，你若拍落十点诶阎罗王哦，要对即个灵魂转来吼，哦，迄时间咧足长诶呢，哈，人若死吼，即金纸你烧落去啊，啊烧落你就马上就甲卖掉，反噬哦，反噬伊，你甲带落去哦，伊要回魂哦，你甲带落去都无法度转来啦，吼，伊讲无要安怎打探。咱大概古早，啊，咱古早真正有打探哦，那好些人拢有打探。啊，打探呢吼，都打探呢。啊，即马人死啊，打探住喺客厅要来噻，落尾啦，去后壁，去后尾门啊，起一间吼，起一间厝啦，吼，讲做白虎堂啦。无你来做电影，你来做电视来讲，啊，讲去白虎堂啊，迄就是后壁，迄后壁做者，吼，第四人个啦，吼，第四人。啊，即个死人咧，啊，住喺搭咧，啊，都要打探啊，打探，吼、哦，即马无啊啦，较早拢有打探咧，吼、哦，即马拢火葬啦，吼、哦，拢火葬，啊，较早真正有即个打探，啊，讲即打探，讲较早讲有僵尸啦，啊，僵尸啥物啊？僵尸都受到即日月精阴安变的，有人会使变僵尸，即我是毋捌看到，即是听讲较早人讲有即个僵尸，啊，所以即个蔡伦假死的时候。啊，因某吼，就甲伊讲咧，讲即个吼，即棺材都爱甲擦即个红的，所以咱即棺材大部分拢擦红的。啊，头写一字福，吼、哦，头写一字福，描写就是讲某好彩头啦，吼、哦，即目的对。实在讲吼，我讲蔡伦哦，伊按叫因某安尼，迄些头脑有够好，因为伊做甲大夫呢，吼、哦，咱就查过即蔡伦哦，即个吼，蔡伦头脑有够好。啊，这抓钱就是伊说的，伊是要哪骗世间人的钱啦。了后呢，啊，当互蔡伦骗去啊呢。吼、哦，虽然早讲互伊骗去哦，唔过吼烧惯势啊啦，烧惯势无烧吼，该叫该叫。明早讲迷信，啊嘛爱烧呢。啊，真正哦，阮老师讲这个烧金纸是无效哦。唔过有的人嘛早讲无效，有的人哦，因阮有一个师兄。啊，因老母啊死去哦，同款烧足侪金纸，佮烧足侪库文呀。啊，阮遐三兄弟就甲问啦，问讲啊，你都知影烧这個金纸佮库文啊？啊，这个吼，这都无效，啊，你哪会烧遮侪？惊人笑啦，啊，惊人笑。你若无烧吼，人会讲咱不孝啦，吼。啊，讲惊人笑啦，啊，佮惊讲若无烧，讲人讲不孝。啊，所以迷信嘛爱烧，无法度啦。所以，互骗去，互烧吼，即个蔡伦骗去，真侪人嘛同款烧惯去啊，无烧。所以真正听老师的道理，为人嘛无人无烧哦，都无烧啦。但是安怎？
烧金纸是无伤害，等于是加浪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我咧，我讲老师讲，伊讲烧金纸无效，啊，我就无烧。但是烧嘛不要紧啦，吼。都来讲烧到了自烧在，啊，那讲遐无伤害，等于烧嘛不要紧啦，吼、哦，烧嘛不要紧啦。啊，所以这个咱就查讲这蔡伦的头脑就较好吼。啊，以前讲烧这个金纸，啊，即摆就改用这个烧这个，吼、哦，即摆吼。到迄当时讲烧纸钱，啊，即马改用哦烧金纸，因为咱古早有一个安怎，有一个即泡薄竹，吼、哦，泡薄竹即个鼓励啦，安怎泡薄竹个鼓励呢？即吼，即来讲，恁可能啦较少年人唔知啊，我也无啥清楚咧，唔过有少我知呀，吼、哦，即意。方式有少我知影，但是我也无啥了解。唔是烧金纸，吼、哦，你若唔烧神哦，你去庙里啦。咱来去庙里，有人讲啊，咱去咱庙里烧金哦。吼，一般个人拢讲，无人讲啊，我要来庙里烧金纸啦。大部分拢讲要庙里烧金啦，吼、哦，我要庙里烧金，我、哦、啊去烧金。啊，咱古早有一个讲烧金放薄的这个方式，吼、哦，什么叫做烧金放薄的呢？咱古早的修行人哦，甲现在的修行人无同哦。古早的这个吼修行人去庙里哦，甲今麦现在的庙嘛无同，嘛无同。因为啦，今麦呢庙市啊，大多啦，大只市内，古早的庙吼，拢大。山内斗顶，拢住山顶就对啦，吼，住山顶。你若看电影就知影哦，吼，拢电影古早吼，迄庙里拢唔是用，拢唔是咧用烧香点火啦，拢是啊，拢是一挂修行人住遐修行，吼。啊，所以咱古早讲破庙真多啊，吼。你若早个以前讲迄大庙讲破庙真多，啊，即摆无啊啦，吼，即摆都无。啊，若走路的人哦，啊，就去迄破庙住，是安怎去破庙住咧？修行人因为要搭一间啊庙呢，啊在修行，啊若修行正果，啊都无啊，都死去都无啊嘛。也是讲修行人在修行啊一段时间，爱都换位，啊换位啊，迄间庙都无人管啦，啊无人管都哇变成个破庙啦吼。所以咱古早破庙真济吼，所以咱就爱在讲古早修行人，甲现在修行人无同吼。无，因为较早的人吼，无讲像即马安尼吼，去一直叫人讲都爱寄钱啦，吼叫人供养。较早无，较早修行人拢是安怎，在山顶，家己种菜，吼家己种园啦，种一寡果子啊，种一寡菜，哇，家己来生活吼。但是修行人虽然讲种菜啦，种果子啊，唔过嘛爱收费啊，吼啊爱穿衫啊。爱穿衫哦，啊庙里嘛爱吼爱烧香点火，啊要经费要倒来来咧，经费要安怎来？所以就利用啦，利用这个春秋礼节，吼、哦，哦，咱即摆讲哦，这咱较早无咧讲神明社啦，啥妈祖社啦，吼、哦，啥物吼，啥物迄啰佛祖社，较早无，较早讲哦，这春秋礼节，啊，春秋礼节这点呢，春天前啦，春秋。那春节是正月到三月，啊，那秋节呢是九月，吼、哦，迄阵九月吼，即日节，吼、哦，七月到九月即日节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无咧看日子，是看安一个，较早嘛无啥物日子咧，啊，拢是安尼，干那三月到九月，吼、哦，都正月到三月，啊，七月到九月，即春秋日节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安尼，啊，即摆伊要春秋日节，伊无去通知啊，啊，无电话啊，啊嘛无啥嘛，拢无讲啊，拢无讲咧，啊，无讲要安怎呢？人要安怎来烧金呢？伊即马就住喺庙埕，啊，住庙埕吼，用一罐茶，啊，就点，甲伊点啦，甲伊点火，吼，甲伊点起来吼，点火，伊迄茶吼烧起来，啊，烧起来就哇，因为迄埕呢咯，迄山顶啊，啊，山顶迄火烧起来，规个哦，安红红红，啊，人个山脚的人看到啊，火就安红红红来，啊，因为啊啦，伊有用这个毛利滴讲迄滴啦。迄毛利滴吼，这是阮老师讲，我们不知虾米有这滴。我查讲，迄滴有一百啦。哎呀，我就用迄毛利滴。啊，毛利滴吼，伊这么烧哦，伊用茶落去烧。啊，毛利滴困在内底。啊，毛利滴呐，烧到到迄目的时候，砰一下，足大声嘞，讲比迄炮啊骨较大声。
啊向这山，这个山就会向向边到迄边山。啊，这边啊山脚的人听着讲啊，今仔日咯，人个庙里咧闹热了，伊讲你来知，啊都咧炮灯咧弹啊嘛，哦，炮迄灯啊咧弹啊啦，紧来去哦，紧来庙里烧金。啊，讲要去庙里烧金，啊，免来烧金，啊，就是安怎？免来烧，就是爱打一打茶啦。哦，啊，你也打一打，我也打一打茶，啊，就打去打去山顶啊了。啊，打去山顶的时呢，啊，就甲放炉烧。啊，烧的时吼，哦，即马就伊都大家讲要去烧金嘛。啊，有钱人呢，有钱人对啊，摕金啊，真正金啊，哦，无钱人摕较少，有钱人摕较侪。啊，打一打茶，啊，就去大公哦，公公迄，就去住迄头，家家参炉烧啦。啊，炉烧哦，烧烧哦，啊，唔着烧到吼，即摆即风俗无啊啦，吼，较早啦，迄较早，这是咱中国的古历，讲哦，即烧金啦，吼，啊，金啊摕落去，啊，住火内底烧，安怎？人讲金金不怕火，那足足成个金哦，讲袂扬起啦。你带火呢烧拢袂扬起了哦，哦都袂扬起安尼。啊，即摆茶渐渐啊烧烧到，迄茶拢熄起啊了。啊，熄起了做一个上到尾一工呢，爱神明啊才光出来，光出来讲啥？过火啦！哦，咱即摆哦，咱较早是咧过火是真正的，迄过过吼过金火是真正的茶烧啊是。啊，即摆毋是用金纸啦，用金纸讲这，哦，迄单机都咧跳动咧叫火。迄会使讲哦，迄南北讲讲吼，迄款个意思拢无同啦。人较早迄是真正吼，嗰咧烧，就咧过过金火吼，好啊。啊，即摆毋是啊，即摆咧过金纸啦吼，即摆就咧金嘛吼，都即摆拢假包的都对啦。啊，即摆哦，我讲啊，即摆即火烧火无失去啊了啊，啊，即个生命吼，生命都滚出来，啊，咧过金火啊，过了后咧，啊，即过了后啊，即吼，迄个失去啊，啊，即。即拉啦，我收人即拉往底下拉，拉拉啊些金啊，即提起来，啊提起来，啊即提去卖，做庙里的开支就对啦。那么咱即马讲烧这个金要创啥？咱今啊烧提这个金啊去烧，就是讲要表示讲我的心哦是真心，就甲神明讲，讲我来拜你是真心。哦，我吼无讲话，无虚，无白杀，无虚伪哦。我的心就甲这块金啊同款，所以咱修行人有当时啊讲这金刚体，这个道理咧。金刚体，你一个人来修行人，金刚体就是脱生死啊。吼，唔了个，迄神明讲这金刚体，吼，这你也知道。啊，即卖金啊价单吼，较早吼是。真正烧金，啊！唔过想讲这金啊，价值这么吼，这么贵咧，啊！有过这文化都一直发达来咧，啊！发达的时候，到这汉朝啊，有个人都有这个火药出来制作这个炮啊啦，制作炮。哦，咱啊三国时代，这个孔明啊，伊都用这个地雷火炮，用这个火药，哦，这嘛用这个。用这个火药来做炮啊，来代替这个竹啊，啊代替竹啊，因为竹啊吼，爱烧真久啊，吼啊再吼再会爆开啊，吼再时间再弹啊，所以时间都爱真久嘞，啊所以才用这个炮啊来代替这个竹啊，啊炮啊代替这个竹啊，大家要叫什么名呢？所以来就讲，这叫做是炮啊，就讲炮竹啦。啊，那炮竹呢？较早是用竹啊，啊，即摆发明用这个火炮啊、炮啊咧。啊，所以咱咧讲讲哦，说新的有色，旧的都无灭。啊，所以这个炮啊，啊好，啊何必就讲这个炮竹？啊，因为要甲合作伙，想讲较早就是竹，啊，即摆就是炮啊，啊再讲这個炮竹，就是较早，互你了解讲这个炮竹，这个原来啦，吼，这個、原来，哦，叫做。这原料啊，你就知影啦。啊，后来这个蔡伦做这个纸钱啊，啊，当有人都害害去，都害被害去啊。啊，就想讲啊，烧这个金纸吼麻烦啦，哦，即嘛哦烧，因为烧这个金啊太麻烦了，都爱去爱查哦，啊，真正哦，你查一定爱囥个，互伊打。
可以拍开打，啊，都要拍几年，迄有当爱擦过才会打，啊，都爱久吼，照法来讲，安尼打来烧，唔再烧咧。再想讲啊，安尼麻烦呢，都爱过再拍开打，啊，再过去调去个庙埕哩安烧哦，哦，啊，你庙埕若淡嘛，好来天啊，无法度烧咧，啊，归去感觉讲啊，你麻烦，即错轮做做都无爱用金啊咯，即摆开始就无爱咯，金啊贵啊。啊，你都不爱用啊，归去用金箔啊，啊，用金箔啊，这个纸吼，爱金箔啊，甲搭在这纸哩，甲搭者哦，吼金箔啊，哦，这摆嘛有人咧用啦，有个人哦咧做啥咧都搭金箔啊，较薄啦，哦安尼，啊搭起金箔啊，安尼来烧，吼都爱烧落，啊金箔啊嘛袂起角，哦你来烧嘛袂起角，唔过呢，金箔啊轻，咱较早烧金哦，金是重哦。你若风来哦，袂飞啊，金箔会飞呢，啊无安尼，到尾即摆一风一吹哦，啊飞来飞去，啊你袂用你啦，才变作啊，设就是金顶啦，才设，所以庙里即摆设金顶，即、這个原因就是为遮来哦，吼，啊即摆设金顶了吼，迄金箔啊在金顶烧烧烧到到尾即摆，伊即摆啦迄啰时间啦到的时候，要讲老年啦过时哦。啊，即庙公啦，即修的人哦，啊，即金顶去请啦，吼，请即金啊，吼，安尼来做经费，了后，搁再大家都头脑都巧咧，哦，安尼嘛是搁贵咧，啊，干脆用银啦，啊，都用银啦吼，落去搞，啊，再用即个黄的擦啦，吼，你啊看咱即摆迄金砖，迄拢有用黄的啊，安个擦落一条黄黄，即个是基金啦，所以才搞做。金砖啦，后来科学又搁再发达咯，银嘛贵啊，啊无用铜啊，无用石啊，吼用石来做啊烧啊。老师你讲，我在日本时代哦，这金顶也有人咧烧这个吼，咧请这个石甲铜哦，吼咧请哦，讲烧，有当请落去哦，请到几来斤就对啦，吼那大金庙，讲有当请咧吼几十斤哦，啊即卖拢无啊，即卖拢用化学啊。即摆你也看，金纸都一个用金箔啊，拢嘛用化学个哦。啊，即摆搭用化学个啊无要安怎嘞？啊，再现在添棉香，咱古早无咧添棉香啊，无啊就设即个添棉香啊哦。啊，添棉香来代表烧金啦，哦，或烧金啦。讲古啊都无用金箔啊。啊！我即系即钱哦，我即系钱哦，代表讲用金箔啊啦，所以才有即个添棉香，卖香果是烧金嘛。所以你即摆啦吼，恁即摆你道理听了吼，恁出去吼，恁若讲要去庙里哦，讲要去烧金哦，一定爱添香啦。无你爱讲假，讲白菜话了，你知？哦，你爱所以这道理哦，若讲真捌真惊，唔捌唔惊，半捌半惊。你无你就卖讲，你若讲要烧金哦，一定爱去添香哦，这哦这是阮老师交代，讲无你按黑白讲袂用嘅，哦讲一定爱添香，即讲烧金，若无袂用嘅，袂用讲，这是真理啦，这嘛是要教咱人哦，讲话爱实在啦，哦你这哦你都爱知啊知啊，那么即卖讲庙里有个人讲烧金纸，啊有个人讲唔免烧金纸，这是啥物原因呢？那阳神都免烧金纸啦，吼都免烧这个金，就烧金纸。那阴神哦，啊都爱烧金纸，因为这个金纸讲会辟邪，是安怎辟邪呢？辟邪呢？吼、哦，这唔呐讲金纸呢，就是讲这个光，这电话啦，这光吼，这卖辟邪呢？吼，你爱了解哦，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这吼、哦、这金就会辟邪。所以咱较早吼，即卖都无啊，有送钢钉啦，吼、哦，这我都知啊。迄送钢钉哦，咱那迄装，像阮遐装安尼来老年哦，拢有迄送钢钉哦，迄是人西头，我咧烧饼，迄送钢钉咧烧饼，拢在咧赢，拢赢即个金纸，迄做辟邪啦，吼、哦、啊为神明就指示讲金纸啊加烧一罐哦，啊加烧一罐，这是道理，所以咱爱了解。那阳的庙吼，唔免烧金纸，像阮台北温主公伊就无烧金纸。哦，伊都无烧金纸吼，那阴的庙都爱烧金纸吼，啊有个人讲啊，伊都采这个大道讲妈祖婆啊嘛咧烧金纸呢，这敢是阴的呢？这安尼敢是阴的？唔是邪吗？
你爱听好，爱听。这个庙呢吼，咱讲庙呢吼，庙不定庙啦。有的吼庙的吼，讲我无爱修啦，我无爱修一寡阴的啦，修一寡吼阴的吼。啊，所以我就无爱修金砖。啊，有的庙呢就讲啊，我修一寡孤魂野鬼吼。有的人讲，有的人吼是安怎？有的人讲啊，答应有的人都问老师，讲老师啊真奇怪，伊讲安怎奇怪？阮老爸吼在世也无做好呢。开啦，拨啦，啊是安怎讲？死也是讲会去金庙做神，感谢是有影。阮老师讲有影，是安怎有影？因为伊在生哦，伊虽然非非乱做，唔过伊对金神，伊对金庙人哦服务足拍拼。啊，这金庙想讲伊死啊咧，啊，甲魂带咧带迄搭咧，伊甲收来做兵将啦，哦。做兵将吼，所以咱靠军为难过，靠讲天兵天将，迄就是阳吼。啊，有诶吼，有诶就靠阴兵阴将，迄就是阴，你也知影。啊，那这个阴诶一定爱烧金纸吼，创一个阳气啦。吼，你若无阳气，讲袂活动啦，吼，袂活动。所以咱即马讲祈祷啊，讲那正神来扶吼，唔免用金纸吼，那唔免那正较悬诶神来扶，唔免用金纸。哦，即句话你会知哦，因为哦阴气无阳气哦，伊袂活动哦。那像讲这麦地里啊，迄电池哦，你无充电哦，啊无法度嘞。所以这金纸是破邪助阳利益，并唔是讲金纸要做钱哦。你即马你即句话爱做，你若讲要做钱哦，啊就欺人太甚啦，会讲欺神骗鬼，为一怎呢？第金纸无通个。吼、哦，你若无爱相信台北甲咱遮吼遮家己的金纸形体有当无同哦，吼拢无同哦，吼无同。第二呢，你若讲金纸要做神功，烧啊神明哦，吼安尼哦，神明都比咱较输啊，伊都要保庇咱搁烧钱哦，伊你若讲做钱，安尼是毋是啊？啊，毋是真艰苦啊，所以袂。第三呢，金纸伊这长的。你吼长过嘛咧烧啦，你若迄钱啊，迄银票啦烧啊，按起一角都袂用啊了，都袂用啊咧。所以你爱知影吼，这吼你爱了解。所以金纸袂用讲做钱。第四个金纸吼，我外纸讲金纸袂用讲要互神明啦，袂用咧。佮再来金纸哪有法度做神咯？啊神都含贪污啊啦，吼、哦，咱地藏王菩萨。菩萨经都讲啊，都讲啊，金纸呐，哪有法度讲赎罪啊？实在菩萨都犯贪污啊，所以这金纸绝对唔是钱吼。那阴的庙的都爱烧金纸，这拢袂要紧。啊，那阳的都唔免烧。啊，可比讲咱啊采公妈呢，你公妈吼，你要烧金纸嘛？你若感觉讲啊，我的祖先是大人，都嘛去做人，无去做神。啊，你卖烧！啊，你若讲我阿达，我的时段吼做歹去落地啊！啊，你个烧，啊，你又袂要紧啦！哦，啊，金纸我就讲烧有烧无烧是浪费尔，迄无伤害道义啦！哦，都无伤害道义哦！哦，啊，搁再来，我昨日讲看亡啊，我老师讲，你若看有亡的人哦，啊，你爱真正爱大都爱讲哦，爱哪讲哦？查个你的士大人，而且亲戚落地噶，所以你爱回向啦，爱回向一寡钱啊，予伊了解吼。啊，咱即马就知影，咱即马最后的结论啦，即马就念经做西公啦吼，做法事无法度超度灵魂往生，是地心经。第二，纸是蔡汉朝蔡伦做的。抓钱是一些的，是要来欺骗世间人哦，要来赚钱。第三，去庙里若要烧金，一定爱添冥香，那无你就是烧纸，啊，你就骗人哦，骗那欺神骗佛。总共一句，你今仔日要超度亡灵，一定爱在七七49天内哦做善事，较无副作用啦，吼、哦，吼回向我这亡者啊，丧事呢？阮老师一直爱交代，讲爱办素啦，办菜就对啦，吼，吼办菜。啊，若其他讲烧金纸啦，烧库文吼，啊，看你的士大人，
你的时代人若在你的时代有卖有都有信这套，啊，你着加减少一寡。那咱的注意的了后呢，啊，你着吼，你着免少啦。啊，时间拄好够。即吼，即等后期哦，我再讲来讲这个吼，真正咱来办事，再来印这个地藏菩萨经啊，对这个梦者的履行，安尼哦，过一丝仔时间，咱着结束。啊，因为时间拄好够，来。啊，最后我吼。我口才是无好啦，啊，毋过我安尼讲，恁小可会知影。啊，最后我祝咱这大贤大德师兄师姐身体健康，多加精进，谢谢。咱一般普通庙的拜神，是大多数忠心义出，但就二祖都毋是，二祖都是一个修行人，哦，伊在这。修行得道，后来出来传道度世，啊，人家崇拜神仙。我当当时出来传道啊，是无什么成就，因为我学文浅，后来当二祖师伊家教导。所有的道理拢二祖师教我，所以我从二祖师的教导啊出来讲道呢，啊，真正顺利就对了。